哦阴哦阴，怎么知道？关了我就看的。那个东西就很亮，所以你看得到亮亮的啊，对对对，亮亮的。所以你有越来越好吗？有啦，当然是有哈、哦。所以其实阿嬷是能感受得出来阴天跟太阳天的。那你记不记得你全黑的时期是有多久？一年有哦，这么久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其实是一直都有在慢慢进步当中。啊，就是没有看到你们的脸。你知道已经快要200,000个人看了一集影片了。真的，我不知道。而且超多人留言。还有感恩他们，阿妈看这个橄榄就都是石头的。哎、欸，对，你有看到？阿妈说她看到地板好像是石头的，小小的。早安大家，我们要带阿妈去吃午餐啦。这次找的餐厅离我们家大概15分钟的车程而已。我们要带阿妈去喝咖啡，谢谢。聊是非，阿妈你有是非可以聊吗？有有。今天来的是红砖圆底。稍微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有一些意大利面，也有沙拉，然后也有儿童套餐。我觉得是儿童套餐比较适合我吧。你很不适合儿童套餐。室外有一个蛮大的空地的，我们来看一下水豚在哪里。一来他们就走出来了，真的很可爱耶！这小朋友来看到他们应该会觉得很开心，而且重点我们平日都没什么人。如果你们是假日来，还有它的喂食时间。哇，所以可以看他们吃东西来了。马铃薯泥，它是电话。比我还厉害。有影电话跟树林的咖啡厅电话，啊，太可爱了吧！他们想出来玩，太可爱了吧！我们那次不是有带着你一起拍片吗？很多人留言给你，我来念几个给你听。阿嬷好勇敢，好棒棒，祝您顺心平安，要继续加油。还有人说很感动，祝福阿嬷眼睛赶快好起来。感恩你。这个比较长，他23岁，跟阿嬷一样黄斑部病变，是不明的原因，目前已经1年多了，视力只有一开始发现的时候有稍微退化，透过手术控制下来，未来还得持续追踪，避免眼睛恶化。想要跟阿嬷说，他一开始知道的时候也很害怕，但是我们要相信自己跟家人，团圆在一起才是最重要。我们一定会好好的。我一定会很勇敢，继续努力。那你可以给他一点鼓励，因为他23岁。我鼓励你，你23岁真的很年轻。嗯，爱加油，加油，再加油。对，一定有希望，一定有希望的。没错，医生现在也给我讲，还有一点希望啊。啊，慢慢慢慢来，不用急。那我是很希望我好的时候，我要去各国、各世界游玩哦。我现在很努力，很努力，每个礼拜都去看医生打针。我们的餐都上来了，这边的话一个大人要点一个主餐。哎、欸，爸爸，你那上面有一个叉子啊。男生跟女生的照顾方法真的差超级多，男生就是很粗鲁，真的。不是，我是因为怕那有一根竹签，所以我会怕阿妈吃到。爸爸有讲吗？啊、哦，你有讲，我没听。我这边还有一点细心一点。哦，有，只是说用手吃而已吧。顿饭整个湿度刚好。我们还有叫了一个这个墨鱼面，我的女儿可能不太敢吃啊，这吃下去嘴巴都黑黑的。它这个黑的很极致哦，有热，然后又有黑，咬下去都黑黑的。这鱿鱼我刚吃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的熟，比较没有那么好咬，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好吃的。第3碗哦！哎、欸，阿嬷觉得意大利面很好吃哦。对啊，我觉得它这一道料理做起来真的很适合老人家，清淡之余，它的奶香味是够的。对，但是它不咸，所以它那边有附盐。你如果想要吃再咸一点，你可以自己再加点盐。我刚吃下来觉得也不错。我们喜欢的是蒜香海鲜跟这个奶油意大利面，主要是阿嬷胃口好，我们就开心。对，第3碗呢，爸爸遇到朋友。我以为你只有在泰山混，你树里也很多认识的。哎呦，泰山是以前是小时候的故乡，出社会以后就慢慢转来树林。阿嬷多吃一碗我就很开心。对啊，真的好吃的。我们说等一下吃饱回家，阿嬷说啊，你干嘛没有拍我？有啦，阿嬷你主角呢。我女儿子都没有什么讲话，也没有什么拍到。对，你在讲话，我都有在拍。因为现在粉丝喜欢看你啊，大家很感恩哦。看到你就等于希望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希望的代表。阿嬷要先给他们谢谢，也要感恩他们，他们给我鼓励，我还有今天。走出来这么快，大家都在帮你集气。水豚君吃完饭出来了，带大家来看他们。欢迎出来给你们喂的。哦，谢谢，出来了。他从哪里出来？
超级喜欢吃这个。哇！要摸底部啊，要摸底部。好可爱哟、喔！这是 ASMR 吗？它这不是它的最大只。他们才几个月而已，他们。啊，他们是小 baby。拜拜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它毛摸起来是硬的那一种哎。真的好高兴呢、哦，好高兴呢、哦。好了，我们吃饱饭，跟水豚玩完，我们就准备回家啦。怕下雨，先把阿嬷送回家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里还不错呢、嗯。但是如果大家假日来，切记一定要定位。切记哦，因为我上个月就想带阿嬷来了，结果已经预约满。来，小心哦，慢慢来就好了。好，我帮你关就好了。好好，阿嬷你现在很棒哦，我们都放手让你自己走了。你看哦，他会超越他妈。你看，你看哦，你看，你看看，男生照顾跟女生照顾真的差很多。我们现在要来准备去寄我们那一集韩国零食，不是说要抽奖吗？大礼包，没错，我们要来去寄给幸运得主。这一整箱全部都是我们从韩国自己扛回来的，希望你会喜欢我们的签名。这是阿平的心意，我要不要把它塞满，送他一桶公虾蜜？可以，这是我们长期在团购的，我们很爱吃的虾饼，希望你收到会开心，可以陪你度过追剧时光、聚会时光、看我们影片的时光。哎呦，来到新竹物流寄货啦！我们寄完东西啦，现在要来捷运站接恩。他等一下我们要跟他一起去买衣服，背板都要跳舞。我们的衣服都是从淘宝买的，结果淘宝少寄到男生。我们礼拜五就要表演的，今天礼拜三，剩两天，男生还都没有衣服，真的很紧急。百万 YouTuber 出没在我们回龙捷运站哦。这种机械的，这个我不行。这个立体的我真的不行哎，这个你可以吗？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啦，我也可能也会有点害怕。对啊，我闻到雨云惊驾女车神，我那个恐惧症会发作。雨云开车惊驾我告诉你，他熊就算了，他也很稳，正气人。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烂，很没用，对不对？你怎么那么没用？明明就双胞胎，为什么我就这么的没用？身高也赢不了人家，停车技术也没有。我前面那些我没有自己觉得哦，不用比人家会吃，你不要帮我补充哦，我眼泪会流下来哦。你知道这些区是我们长大的区域吗？黄金堡吗？对啊，这附近都是我们小时候很每个礼拜都会来这附近。就很像我小时候是在板桥后站长大的、啊。你看高级，你看板桥后站元素不？板桥人。他是伸缩自如的老小鸡鸡，小鸡鸡，真的这么小，你们也想要、哦？哎、欸，狼在你家看看，哎、欸，你家看看。人家如果弹簧打开，你可知道？我想要这个，不是因为我想要知道它到底多弹。怎么样？要黑的吗？我自己没有床上黑的，我看你们。不是这种亚洲人的颜色，你比较想要哪一个？肤色啦，还是肤色 ？K 是什么颜色 ？K 哦。你不要抢那些有的没的啦。不是，等一下掉到了。哎呀，它爪子不 OK， 好了，不要了啦。报价要290哎，为了一只没有价值。我看你这怎么剪？这个我比较喜欢，而且它也配蒜头哎。你们这节目有合家。它这夹真的很烂哎，我刚才香肠头都没碰到，它就已经弹起来了。头都没碰到就弹，怎么那么敏感？头都没碰到就弹起来了。你们这节目有合家。我都没有想到那边去，你们都乱。怎样啊？我刚刚是没有想到，后劲好强哦！我们成功买到男生的衣服了。我们是幸运宝贝，因为就刚好剩那五个 size， 而且一套只要500块，爽啊！我们现在要准备去觅食了，因为我们就是做一件事情就要吃一顿饭。老板，玉米漂亮还是我们漂亮？你们漂亮啊！我们漂亮，你看我们甜还是玉米甜？你们甜啊！这玉米那么大条，20块很便宜耶！女王阿伯出来，去过来出来，等我们让进进。我们四维路的玉米王，大家记得认阿伯的斗笠。哎，打钢龙吗？哇，打钢龙！我们刚刚买了一些东西之后呢，跑来这边吃鸭肉羹。我们就要吃下午茶，人家只吃蛋糕，我们吃鸭肉羹。这间鸭肉羹呢，如果你们好奇的话，我们在新庄美食那集的时候拍过，它就在四维路上，然后我们大家都蛮喜欢的。欸，它鸭肉真的很嫩哦。对，它鸭肉羹真的很好吃。吃饱之后，我们就要准备先回家，好不好？晚上变身女团。一回家看到这个场景，也太可爱了吧！我直接融化。晚上我们的练舞时间到了。特训班就是比较落后的学生都要加入这一班。哦，那我可能也要加入一下了。对，欢迎加入。老师，你觉得男生组比较厉害还是女生组比较厉害？我觉得女生组。Yes， 好看呢、欸，我们今天买的衣服。感觉平常有点穿。是人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是我们姐夫帅。要不然我去换女团的衣服。
很 OK 耶，我们女生的衣服就是非常的 bling bling 啊。你快来拍我跟秋天，我们超可爱的。一二三，十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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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当天可以把口号念出来吗？一点，十一点，十一点，十一点。五六七八。那真的是阿婷的特训时间，是不是？是，八号到宿舍了。阿婷的汗整个已经完全头都湿了，控制音乐的很严格，一跳错马上暂停。后天就要表演了，自由生入场，停跳到我们女生都起来陪她跳，然后我们女生都已经快要学会了。男女生下课，女生表现得太好了，男生全部跳错。哦，男生的装备，总彩排喽！哇，好帅！总彩结束，结束了我们的一天啊！练完了，练舞就是我们五月的大事情。这两个礼拜超级紧锣密鼓的在练习，大概到这边跟大家说晚安。等一下呢，我要来剪片啦。工作还没结束，我的工作还没结束。我也回家床上，我就要睡觉了。对，大家晚安啦。